画面中，公安人员将厨房菜刀、剪刀、束带或用铁丝牢牢绑在桌上，并且造册列管。除了使用外，这些刀具根本无法带走。菜刀这辈子也想不到能被铁丝给绑上了。这里是距北京284公里远的北戴河区。 北戴河的出海口沙滩旁有一片别墅，这里是北京高层历年夏季度假疗养开会的地点。顺着我的手后面那一片的沙滩，一个人都没有，你就可以看出那个地方就是目前中南海他们领导度假的地方。由于年底将举行二十大会议，北戴河成了前哨站。哎，你好，一会儿您打开您的双闪灯从最左的快速通道通行，不用接受检查了就好了。今年的会议期间，除了道路封控外， 刀械器具一律封管。此外，具有监控摄影的特斯拉今年也被要求进入，甚至还发公文给特斯拉的车主不得违反规定。没咋回事。不知道入住得有上万不对，新下火车呀，这要出啥事啊？这我的妈呀！为了安全，北京当局甚至还派出了大批解放军进驻北戴河负责维安，这让原本快乐避暑胜地的北戴河笼罩一股不寻常紧张气氛。东西问大陆中心综合报道。